為了要抗疫呢，我都是呼籲所有的市民都是要繼續忍耐，來到去等到這一浪的疫情呢可以受控。我亦都要呼籲呢僱主這個時候必須要跟僱員呢共度時間，不要出現一些裁員啊的一些行動啦。我亦都呼籲一些業主，這個都是共度時間的時候，請業主呢就為了香港的未來，為了我們仍然有一個復甦的機會，為你的租客提供你能夠做的減租的行為，或者給他們一段舒緩可以唞氣的時間。